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，这个不算。阿安哥哥已经做了节奏盒子里面的十五个人物了。阿安哥哥，我的好朋友还没做出来呢。你的好朋友，我已经做出来了呀。不是我，不是我，他的好朋友头上也有两根天线。他还是一位 DJ。啊，那会是谁啊？他喜欢戴着耳机听歌。他还和我的阳光一样，全身都是橙色的。哦，我知道是谁了，我马上把它做出来。取橙色和白色粘土混合成浅橙色，搓圆给西蒙的好朋友做一个头部，再取橙色粘土搓成长条，再搓成圆锥形状，给西蒙的好朋友做一个身体。西蒙的好朋友全身都是橙色的，他非常喜欢戴着耳机听歌，头上也和西蒙一样长着两根天线，他是节奏盒子里面的第一个角色。你们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吗？把他的眼睛、嘴巴和眉毛做好安装上去，再给他做一小撮头发安装在额头上。我想你们都猜出他是谁了吧？没错，他就是奥伦。他和西蒙长得有点像，但是他们不是亲戚，而是好朋友。奥伦的耳机做好了，最后把他的两根天线也做好安装上去。他和小粉 Pinky 的关系也非常好，你们知道他们是什么关系吗？奥伦做好了。太好了，安哥哥终于把你给做出来了。奥伦，我们一起去看电影吧。不，奥伦，我们一起去玩滑板吧。可以啊，我们两个都有轮子，看看谁滑得比较快。奥伦不要我了。朋友们，你们知道节奏盒子里面还有谁是安安哥哥还没做出来的吗？